是的，美女美女出镜好看一点。我们尝的高手啊！那美女开拔了。如果美女开上去的话，就说明这个车还真的蛮好的。啊，没驾照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你这肯定是高手不啊？来的是来的高手是吧，美女？来了高手没有？老司机哦。老司机啊？你怎么知道是老司机？还是介绍一下，是叉 T 五是高配的吧？最高配。哇。上面不用看，你到不了，到不了那里啊，呵呵，是真的。那没办法了。美女没驾照，我有点不相信呢。啊，昨天有个、昨天有个美女，就是还在实际期就开上去了。那不是，那是有点难度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要不就不战而退算了。不战而退。对，不战而退。绝对制造到嘴里啊，绝对可能是制造嘴里。到这里啊，这个不想都不用想。嗯，确定不高？拿主意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这不是专业车手，可能都是有点困难的。我们看到了锁身就有点胆子怕了。视频看少了。视频看少了。你诀窍了对吧？对啊，你肯定没怎么看我视频，你们。并且你要想一下，并且我在想个问题，就是上来了再怎么下来。再下来很难一些。啊，没事，不战而退也没事哦。真的搞不过。不是、那个娟娟，你要站在这里给他们加油啊，你下去干嘛嘞？是啊，你坐车里你敢坐啊？但你要站在这个弯道给他加油。啊。你如果站在这里陪我嘞。不是。娟娟，你如果站在这里陪我嘞，他就应该上去了。你如果下去了嘞，他可能就上不来哦。你要考虑一下。他是不开吗？是不是不开？哦，啊，这个美女也不愿意介绍，帅哥也不愿意介绍，我来给他们介绍一下啊。这个凯迪拉克最高配的，然后今天是志在必得，上下一把过啊。因为前段时间有联系过我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太忙没来，所以今天来了，马上开搞，应该会搞啊，志他是必须要搞。我们万众期待的凯迪拉克啊，最高配啊，叉 T 五。哦，这个小娟娟是来拍视频的，难怪不站在上面陪我啊，她没有陪我，这个车应该上不去。这个内饰还是蛮豪华的啊，这样看。加油啊，可以啊，轻松啊你啊。
美女快去加油，好轻松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高很开心？加油！你看你不去加油，他上不去吧？哎，翘起来了。有没有加装差速锁啊？可以啊，不上了也可以啊，啊，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，就倒下来了。打反啊！对对，这样打，对对对对，对对。不回不回不回不不等一下回等一下，对对是沙子是打滑的，哎可以可以可以，哎他就这个方向倒，就这个方向倒，对对对对倒，我你听我指挥，倒，好好回回回回慢慢回慢慢回，对对对对，好再再再打打满反方向打满，对就好，不打太多了，不打太满，松一点点啊，对对对，打倒倒倒一把倒下来。好，再打码，再打码，再打码，啊！你这技术说真的下来我有点担心，狠不狠？啊？那美女陈波波狠不狠？啊？对，然后到了我这里来，直接掉头，一把下山。到。好，倒没事，随便倒。不是，他这掉头，这掉头一把下去，掉头了，倒，能掉头，能掉头。不是，不是老司美女，他说你老司机了，两个都老司机了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打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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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一把过这个弯有实力没有？有。好，一把过弯啊。必须的。必须的，那肯定必须不了哦。这几班太低了吧？几班太低了，可以改进一下，要求厂家。不是，你这么心疼车干嘛是吧？行车，行车没事，能开最豪华的就不差钱嘛。真不搞了，是不是换个司机搞一下？啊？哎呀，你车不就是开的？不开会生锈的，美女。那是走上去还是咋的？不要停在主路上啊！9点半的飞机去到你的城市。会有几分想念，有几分来到你居住的城市，期待遇见也害怕遇见，在街上晃着漫无目的的回忆，
当年的点点滴滴，缘分注定却命运弄人，从深爱变成那么深。就这样撤退了，对不对？吃饭再开一次。亲爱的你好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还爱十一点钟就出发。我在你的城市兜兜转转，电影般的画面，再见却是再也不见。亲爱的你好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可以再一个美女来，你哦，你是不愿意了，不愿意我再美女了。减什么肥是借口啊，啊，减肥是借口。说好永远敞篷跑车啊，不愿说再见。真不错啊，真不错，我就上去了。哎呀，土豆片啊，辣椒炒辣肉。再接受谎称，哇，有点烫。当年的点点滴滴，缘分注定却命运弄人。OK 啊，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关注王晨播放山姆，好吧。